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到了列治文市，那个华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城市，在列治文市街道上开车行驶了一下，就是去拜访了一个购物中心 Lansdowne Center，把这沿路的一些街景给大家拍了下来，下面请大家欣赏这段视频。
大家好，今天在列治文市街道上和购物中心劳斯当三特周边开车行驶了一下，拍了一下这里的街景，这个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、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